全是冰，已经粘不上去了。妈呀，全是冰。哦，不去了。那个，我自己走。你注意安全。行，好。你看你来东北也没照顾好你。你好好休息吧。你看你脸色，你这次那个阳了之后，身体都太虚了。对对对。那我就走了啊。没照顾好你，反正你注意安全。已经很好了，我就玩了好多天。走了，姐。走了，姐夫。那个。哎。走了，自己一个人的旅途，一个人的旅途，出发。这得亏有雪地胎，如果是没雪地胎，这些路根本就没法走。哎呀，这个车上全是冰，好大的雪呀！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这个坡死活上不去了。下好下，上不好上，使劲的使劲的踩，它就是上不去呀、啊！这个怎么整啊？这是啊，又一个车来了，我卡在这儿上不去，但是他们都能上。跟着咋上的？走边上上啊！我走到滑的地方来了，上不去了。这两驱车上不了，哎呀，走到这边就可以上了。妈呀，终于上来了！要走边边上，我走到中间去了。下次就有经验了，这一定要走边边上。我现在是要把这个给……哇，差点我的手！妈呀，手差点剁了。慢点，慢点，只能把这个壳子给敲开，才能把这个水化进去，不然不行了，硬邦邦的。怎么敲不下来？得亏当初买这个水买的是小瓶的，要是买大瓶的，这样死活都敲不下来。这哪敲得下来嘛？想喝点热的。太不容易了，还得这样敲，还得这样敲。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苹果，车子里面冻成什么样子？这表皮已经冻成这个样子了，冻得有点像冰沙了。我准备把这个苹果给它扔进去煮一煮，然后再找一些冰糖放里面，先喝点热的，然后晚一点再吃饭。现在是晚上的19:44，不能吃太早，吃太早了晚上会饿，全给它煮了。还有梨也是冻成这个样子，把它全煮了。这么大的苹果扔了真是太可惜了，不能浪费，千万不能浪费。我都还想把饮料给它煮了。还有枸杞，我里面还可以放枸杞，放桂圆哈，铁子们。这晚上这要是一锅汤喝了，晚上上厕所屁股要冻掉了。正宗的苹果冰沙，得加冰糖，不加冰糖不够甜。去找冰糖去，冰糖被我塞哪去了？我把这事儿忘记了。长时间不在车里面做饭，都忘记东西放哪了。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，我搞这么大一锅水果捞，这半天都化不了啊！这，你看这里面，哦，再化，化的太慢了，里面有水没有？今天晚上就吃这个水果捞。现在冰已经开始慢慢在融化了，你看着啊，这很大一锅，实际上没有多少的，里面全是水，这个冰块化的剩这一点了。别人的腊八节吃的是腊八粥，我吃的是什么？我吃的是水果粥，也相当于过个节吧，应个节儿。好了，我的腊八节水果粥已经煮好了，给它火调小一点，小火慢炖。这个罐儿还得必须在火旁边才好用。
不在火旁边，它等一会儿就结冰，它就没有气儿出来了。加几个意思啊？这是？妈呀，关不住了！咦？怎么火还那么大？往左是关还是往右是关？我都忘记了。它怎么关不住了？天呀，这么大的水汽，这明天早上车里会怎么样？不得到处都得结冰啊，全部都得结霜。那再煮一煮，把水分再煮足一点。哎，看着就好吃，尝一口。哎，好甜，好喝。哎，好了，刚刚煮的水果粥已经吃完了，没有吃完放在个碗里面保温着，等一下慢慢喝。这会儿呢煮点饭吃，煮两根香肠，然后呢再把这个米片给它煮了，今天晚上就吃这个。然后这会儿先把这个冰给化掉，然后把这个香肠给它煮。今天晚上吃的就丰富了，本来还想切一块肉的，你看我切的刀印儿，实在是切不动，硬邦邦的。只好对这两根香肠下手了，开火煮起来，一点火它就开始冒烟儿。看一下，这个我实在是拿不下来，我要等它化，哟，我要等它化一化，然后才能拿下来。有点不太稳，别泼了。把这个香肠煮熟，捞出来冷却，再切成片儿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放在我的那个米线里面吃了，煮了两根，今天晚上吃一根，明天再吃一根。哇，这个香肠一看就很美味，这个香味就出来了。我的车里面是不是有一种仙气飘飘、仙雾缭绕的感觉？妈呀，这明天这车上跟你讲，全部都要结冰，车内都要结冰了，仙气飘飘啊！好了，把这个香肠放在雪地里面速冻。就可以快速冷凉，可以切了。我先把车点着火，然后把里面的热气给扇一扇，不然的话，等到明天白天晚过了一夜，车里面估计都那个啥了，都要全要结冰的。给你们看这个雪有多厚啊！我现在这个车淹了半个轮胎了，就停在这儿了。哎呀，这边一辆大货车也在点火，估计是太冷了。我也刚把车点着火，暖和暖和。看。车里面煮饭就这个样子了，我要把窗户把门给打开，让里面的热气给散出来，不散出来的话，等一会儿这些里面全部都结冰了，要这已经在结冰了，你看这上面明天都弄不开。整个停车区就我一辆车，大货车司机也走了。离家的少年，什么声音？我真冻的去，不会有那个啥吧，有狼吧。好了，我的晚饭煮好了，香肠米线，看啊，一满满一盆。嗯，本来是冷的，给我待会整出汗了，我今天晚上吃的够多了，水果粥，甜丝丝的，吃了大半碗，然后又吃了半盆这个米线，啊，好烫，已经10点钟了，我还在吃晚饭，这个是晚饭加夜宵。这煮饭太慢了，明天决定去东化市里面吃早餐去，然后晚上就可以到延吉，可以吃晚饭了，吃夜宵了。哇，在这种寒冷的冰天雪地里面喝口热乎乎的辣辣的汤，太舒服了。
好了，跑趟。欢迎波哥。现在呢，为了把车里的温度提升起来，我把车给点着火，一直在开着暖气。然后呢，这边呢，我已经把采暖打开了，也是一直在吹热气，先把这个车里面的温度给升起来，不然不好睡觉。然后看一下这上面，你看这个冰结的，晚上肯定要漏水。然后再看看这里，我的帘子，我的窗帘已经粘不上去了，因为这上面全是冰，你看，全是冰，已经粘不上去了。妈呀，全是冰。电热毯，对，电热毯，然后再给它插上电，这样的话今天晚上睡车里面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了。因为那个产暖的话我不打算一夜一直用，因为那个我怕那个电瓶里的电不够。这个产暖的热风比车子里面的那个热风要带劲多了。我现在把车给熄火了，今天晚上可以睡一个美美的觉啦，不用担心半夜会被冻醒了。哦耶，这个产暖这个热风是从这儿出来的，你看这边它就已经开始冰化掉了，这是没有化掉的，就很明显，鲜明对比，看到没有？